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为他而战。接下来我们将请上一位职业的模特，肖佳将在他的脸上画出一幅完美的妆容，还是有难度的。我们请阿姨带着小西宝在那个观战台，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为他加油打气哈。好，在双眼看不见的状态之下，在模特的脸上画出一幅完美的妆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我们把眼睛闭上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借助双眼，我们能做好的事情有什么？让我们一起见证爱的力量。有请我们配合的模特登场，有请。你好，请坐哈。也感谢您的配合。好，接下来肖佳可以。哦，先摸摸你啊。哦，你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米色的是吧？看一下你的血管是那种蓝色的还是绿色的？绿的，偏绿哈。那给你化个暖妆吧。他所做的一切真的跟美妆老师做的是一样一样啊，超专业。现在呢，就是给他进行一个妆前的护理，因为我们上妆之前必须要保证他的皮肤状态是好的。嗯，你接下来要找什么？隔离霜。隔离霜哈。给别人化妆会难度很大吧？因为给自己化的时候，你脸上是有触觉的，但你给别人化，只有手指肚是有感觉的。其实打成粉应该给他压实，给他化眼妆，这个系列暖色系的。嗯，画一个棕色的眉毛。哇，这个真的是精细活来喽。把手当成一个尺子在画。眼妆这边好了，然后我给它打一个高光，整个眼睛会亮起来。拉脸腮红，然后打侧影和一个暖色的唇膏。哎呀，好小的嘴啊，樱桃小嘴。可以了，就这样。可以了吗？嗯，来来来来来，请模特小姐起立，好不好？让我们看一看。啊，好好看一下。嗯，掌声送给肖老师。好，谢谢。好，也谢谢你哈，休息一下了，谢谢。肖老师神乎其技的挑战环节已经全部都结束了哈，到现在我们看完还是觉得叹为观止。我们的肖老师这次来到我们跨时代战书的节目现场，为他而战是为自己的宝贝女儿，希望在这里通过自己的表现能够征服所有现场的观众，为他疯狂的点赞。所有的每一次的点赞呢，十秒钟之后都会累加成筑梦基金。我们请阿姨抱着小西宝再次回来哈。那三位我们的筑梦团的嘉宾有什么话送给我们的这个肖老师以及现场非常重要的那些点赞的朋友？来，川美老师。我觉得肖老师14岁以后的人生其实是一个追求美的人生，虽然他越来越离开了光明，但是他内心的光明一点点的点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是坚持把盲人心目当中的那种美给大家。所以某种意义上而言，我愿意为这样的生命去点赞，也愿意为这样的美的人生去助力。谢谢老师。于老师来。不管是在这个节目的现场还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头一个人像肖佳一样一直把笑延续这么长时间的人，这份笑容和能量就足以给我化了一个妆。所以我觉得肖佳是盲人心灵化妆师。那么我也希望今天我们在场的一些观众朋友们能够为这样的笑容，为这样的幸福加油支持。谢谢大家。谢谢老师。甜甜，我觉得肖佳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孩。今天肖佳来到这个舞台上，她不光带给我们了微笑，她也带给了我们美丽。所以我要为肖佳点赞，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为肖佳点赞。谢谢甜甜老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重任委托给现场这些年轻的观众朋友了。3、2、1，计时开始。快点快点。好，谢谢。快点快点快点，时间到。谢谢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公布一下肖佳现场获得的点赞数。嗯，2230个，恭喜肖佳！谢谢。这个点赞数对等的公益筑梦的基金呢，我们将会交由肖佳的手上，希望他能够顺利的如愿实现自己的梦想。